哪天不是这样，白费力气。我去叫他。我尽力了。哥哥，你都留下去了，再不行我被开除了。对不起啊，老师，我迟到了。有吸血鬼！学校里面有吸血鬼。刚刚我在。吸血鬼，本少爷倒是想看。只有像我这样英勇无敌的男人跟你在一起，你才有安全感。回来了。你敢放他干嘛？吸血鬼是这样的吗？就住这儿吧，你先收拾收拾，我一会儿过来找你。谢谢你啊，司徒同学。 So you're gonna stay with a vampire family while trying to hide from other vampires. 吵死了，那附近还会有谁是？别在那站着，过来和我一起做早餐吧。 Because tonight will be the night that I will fall for you. 从今天起，楚一姐就是我们司徒家的一员了。我还要回宿舍呢。你回去被其他吸血鬼咬死吗？只有在司徒家。这几个呢，都是我的兄弟们，离他们远点。我联系不上我爸爸了，他两天没接电话了。我也曾失去过。You know what this motherfucker look like, Loki? Look! What the fuck? Do a flip! 你发什么神经啊？ I can't see. 我靠吧。Oh! 老子先吃吧。He needs some milk. I wanna eat your dick. 你是不是遇到吸血鬼了？哪还有吸血鬼这种东西啊？居然说它是毒药。雪，哥哥这碗也给你啊。不不不，哥哥，那个你伤得很重，你和你哥把我这碗也喝了。不喝完别想走。雪，我们来世再做兄弟吧。